今天吃个人类快乐的炸弹螺蛳粉，这个炸弹特别大，特别好吃，满满的，吸的都是满满的汁儿。炸腐竹特别香，今天忘了放贡菜了，因为它的汤比较浓，放点贡菜特别好吃。酸笋你别看大啊，特别嫩，厚厚的木耳，这汤汁儿，大腐竹。它的汤汁特别好喝。